我们决定给家里添一个新成员，一只2个多月的小猫。在去把小猫带回家之前呢，先去商场 shopping 一下，看看有什么可以买回去给小猫用的。我们选择的是一个波斯猫。拿走一个的。Thank you， 拜拜，走。Wow， what's his name？ Her name， Buttercup。好嘞，我们的小猫到家了，要给它布置一下它的空间。我们买了很多小猫的这个上厕所用的这个小盆儿，因为它才2个月小，所以还没有训练出怎么自己去上厕所，所以我们呢就在家里的不同角落放上很多个，也买了很多小猫的食物，还有买一个小铃铛挂在它的脖子上，因为不知道它有时候去到什么空间，我们可以找到它。OK， 小猫的第一天完美的开始了，就到这吧，我们下回继续。